跑来冲绳县综合运动公园，这边有好大的溜滑梯哟、哦，起来超级好玩。我们先来这个绿色的玩玩看，这里好大，然后中间可以踢足球。是一个城堡吗？它是一个城堡的形状，哎，对不对？好像很好玩哦。等一下下去玩，那我都不多想。前面有一个小 baby 的。小 baby 的我不要。哦，我那边也有荡秋千。我要玩荡秋千。你要玩荡秋千，好啊。荡秋千是什么？荡秋千长什么样子？这里好大哦。熊猫、熊猫、大象和尾熊。有一种三重大都会的感觉。溜滑梯看起来很溜哎、欸，微微嗨，嗨哟！你看这个很酷哎、欸，用这样子爬上去溜滑梯，呜呜呜，哇，很强哎、欸！你看咻，好，两个小胖胖最喜欢玩的荡秋千。咻！球球，你在坐海盗船吗？太高了吧，球球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喂喂，嗨！把帽子拿掉了，整整你在走路好厉害哦！小心哦！你要溜哪一个？黄色的吗？好啊，你下来。好，我们来看弟弟。Hello。Hello。拜拜。拜拜。嗨！你标准 pose 哎、欸。悄悄，嗨，很快哎、欸，很快吗？躺着好，因为它那个有缝隙。哦，是哦，好。你说它会一直抠喽抠喽抠喽。用坐着的是吗？好。要用坐着，不要用躺着，用躺着会撞到那个缝。他们要溜绿色的了，嗨。咻。这边有比较滑吗？悄悄来，悄悄表情很好笑，好有人了哦，来走走走，这里走，爸爸在那边呢、啊，好，是屁屁会痛的哦，等一下哦，过来吧，哦，你屁股有痛痛吗？小强，哇，小强好快哦！小强你好厉害哦！不会痛啊？这个不会痛哦。可以再去上去一下。弟弟要溜黄色的了，好。好，来，等一下。弟弟在哪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啦，来吧。哎，弟弟嘞？弟弟嘞？这个好像比较不溜。因为这个这样子卷来卷去的，应该超级难溜。悄悄，悄悄。那个你看，压那么多。玩这个好像很有趣哦。好 ，T T 你来吧。好，你溜。咻！哦，这个很快耶，换巧巧了。好，巧巧记住，巧巧，巧巧，你怎么没那么溜？我还有了，最大的好了，看起来很好玩哎。
卡住了，卡住了吗？哇哇！而且屁股好痛，是屁股很痛的、哦，屁股很痛，皮皮屁股痛吗？乔乔好玩吗？屁股很痛哎、欸！哦。留绿色的，这是最小的。嗨，咻，好，好，咻 ，TT 要挑战了 ，TT 抓好，夹住。夹住，爸爸会拉你。你跟着他跑就好。好，跟着，好，走，走，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弟弟好厉害哟、哦，好哦。乔乔，乔乔抓绳绳，好。手头这边手抓上去，抓，抓，哈哈抓抓抓抓。太招抓你。好，抓手手抓绳绳，对，好走，二三，爸爸扶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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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绳子，一二三，咻，哇，他一直抓爸爸帽子，爸爸帽子被抓掉了，我是妈妈的姐吗？他一直抓你耶，姐姐帮你捡帽子。自己荡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另一个永旺梦乐城来购物了，这一间比较大间，一样先停车。面好大，而且还有像大叶高岛屋的水族箱。要先来逛什么呢？小熊，你看，他笑眯眯，他在笑哎、欸，你看，好可爱哟、喔。这个也很 Q， 对呀、啊。那颜色看起来好像假的。好像被油漆涂了。对。脏的，不敢。吃这一间烧肉，看起来很好吃哦。哦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多了。先过去喽。这个有和牛的，这边位置就是角角最下面的这一种。那今天这一家肉很好吃哎。就真的是那种好吃的肉，好的记录一下黑毛和牛。旁边这些写日文的我就看不啊。烤了一个很妙的东西，好像是牛大肠，饱到一个夸张。而且提提跟巧巧只吃面，还好他们两个不用钱。一下变成这个样子，维说要介绍他这颗球。猪油有吗？阿龙说看起来很像煎猪油，你吃吃看好不好吃啊？可以了吧？应该可以了啦。可以啦，你吃吃看啦。什么味道？不难吃哎。好像是像大肠。像大肠哦。蛮好吃的。大肠还有嚼劲。真的假的？累爆了，好，我们要回去睡，对，回去睡觉。明天要回家了。
明天回家，拜拜。